我们复习一下，今天我们学了方向指令，左拐，这是右拐，一直走，掉头。我们也学了路口，路口，你读一读，复习一下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学校的地址是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1358号银龙大厦三楼儒森汉语学校，靠近定西路，靠近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是学校，学校在延安西路靠近定西路，靠近，这是靠近的意思。你看一看，读一读，靠近，靠近，很好。我们看一下，他的家在北京西路靠近西康路，靠近。看一下，李明靠近卡罗琳，这是靠近。